同时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在观看表演期间，请不要离开座位，谢谢。表演开始了，大家当心准备。他是后空手抓蛇，不简单。这蛇都是泰国的眼镜蛇，用毒牙没法用。眼镜蛇咬到人，3个小时要拔血清。超过3个小时的话，很危险的。都是野生的蛇，不熟的，生气的话扁蛇头，撞过去咬死。但是更多说他好恐怖，用手捏他。等一下，再看师傅空手抓蛇，不简单，没什么。空手抓蛇不简单，我们给个掌声鼓励师傅，谢谢。再来看一个动作是最危险的，师傅用嘴闻他头。再一次掌声鼓励哈，谢谢。啊，看师傅抓蛇，走过来给大家拍照，要拍照给你拍。野生蛇不听话，它也是转回头咬师傅。计过啲咩嘅？计过治疗嘅。
做不出来的气球。那气球就咬爆了，肯定的，崩一咬就爆了。大家师傅抓蛇不简单，师傅用嘴抓蛇看到没？是要太大的准备哦，用嘴咬蛇好的。用嘴咬蛇。这是你张开嘴巴凑过去咬的师傅吗？给个掌声鼓励一下师傅，谢谢。好了，表演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大家从我们右边那边走下，满意的可以发出去给收入。然后。